好的呀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。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赖完美事故，今年78岁，一少年的时阵真健康，唔捌想过有一天家己忽然间破病。10几年前，事故的脑部蜘蛛网膜破裂，差一点啊都失去性命。后来伊坚强面对，经过3次脑部手术，才慢慢恢复健康，而且依然参存过去同款，继续出来做志工。谁那事故会这么坚持嘞？咱就赶紧来看伊的故事。其实做啥唔免急啊吼，啊唔过就当时想讲紧做做咧啊，啊较袂安尼直接浪费时间。啊，你少年时做赶紧的啊？哈，你少年时个性做赶紧。你讲啥？你少年时啊？嘿，个性足急的吗？还好呢，嘛袂讲足急的啊，但是我做啥拢真有秩序啦，很有秩序，真有安尼。袂讲安尼啰啰嗦嗦、清清菜菜安尼，哎嘿，安尼，所以安尼做，工课若无做好吼，咱就较袂放心。我若要去做主席吼，我一早时吼，我若要负渣车，我就半暝啊，我就起来传迄工的工课，做爱做好啊，才有走。菩萨多那摩，菩萨多那摩，婆伽摩伐帝多达伽达，婆卢诃卢伽帝伽罗帝利摩，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，悉摩悉利多伽卢伽卢伽王多卢多卢伐伽耶帝摩，伐伽耶帝多那多，帝利尼悉佛那，耶伽那伽那摩摩伐摩那婆帝利。哈，求什么呀？求啊，国泰民安。啊，风调雨顺，安尼吼，啊，大家家家户户安居乐业，安尼，就是安尼，安尼了了，嘿，啊，无求，无求啥，拢无求家己，无啦，啊，就是大家好，就是咱的好啊，吼，嘿。师兄，你搁爱包披萨？是啊，已经哈、20年以上哈、20年以上啊，迄个工过啊。啊，你听有我做安尼做这家属？哎，你讲吃老啊？哎，哦，就是哈、我体会讲每一个事情哈、就是讲阿公阿婆同款哈，啊，倒走。啊，人受用啊，唔好，还是要动哈，哦，要好起来都要动啊哈。迄阵啊，我唔知开第一届、第二届，我家己唔知影啦。其实迄阵啊，我家己拢唔知影半项，好嘛啊唔知影嘛未晓，安尼啊，这可能是，吼、哦，这阮细汉囝，这阮叔兄，咋安尼？人生都一张白纸，空空空拢无半项。哦，实在人生啊，好在厝的人吼。
这个咱的四周的这个家伊是说安尼，大家烦恼紧张，大家安尼，哦，我实在是啊，免啦讲，嘛会当讲欢喜，啊嘛会当讲真悲哀吼。哦，时阵啊，初初是袂好的时阵嘛，家己嘛袂晓怨叹，啊嘛袂晓烦恼啦。我蹲得敢那囡仔戆戆安尼，敢那要直直笑安尼啦，啊那叫你食饭就食饭，啊就嘴歪歪。吃物件流汗呢，规身躯啊去舒服呀，差不多一两，唔知是个月过一两个月哈。阮查某囝后生，在我参当方师姐迄个组长迄个，伊带阮去叫师傅看，师傅看着讲，哎呦，讲要去看你，啊未看，啊你就来安尼吼，啊我咧跪落去吼，我安尼爬袂起来，师傅较紧紧的来甲看起来。师父讲，我都还未去看你，你就来，安尼吼，足感动的。甲讲，你吼再过来，你再生吼，你再过再过来安尼吼，你爱继续过再做。我甲讲好，我爱继续做，我爱认真做。拢会珍惜时间吼，拢会想讲，那迄落尽量遐济岁爱紧来做，啊，佫有一段时间无做吼，还是讲真怕死啦。即嘛，趁会做啊，紧来做，来做起来顿，安尼，嘿，啊，想讲即做环保真趣味呢。然后去做环保的人吼，有做的人才会知影，会体会讲，哦，做环保心真清净哦。拢无杂念哦，真好，所以有阵时我真原来真爱做环保，所以阮新妇吼，伊看到我做甲真趣味，伊嘛会，伊嘛有礼拜吼，伊嘛会去做。在你人生无常的时候，你会想到说，如果你不赶快趁这个因缘把握的话，你可能时间也是空过。就像我那次一样受伤，我也在想说，如果我今天没有跟那个秀美师姐讲说我要做助念，可能我这两年内我也是这样过。可是，在当下做证照，我会体会到说真的，常常在身边里面有很多人，突然你会哎，怎么昨天没有事情，今天突然他就无常就到了，然后他的生命就不见了，那你就会觉得说。真的，我生命无常。如果我不把握当下的话，我可能时间也是这样子浪费掉。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想说，我跟那个师姐要求说，可不可以也找我？因为妈妈加入慈济那么久，我嫁进去也那么久了。可是我可能的是当公姻缘不到啊，你的智慧还没开，你就没有办法说，你会想到说你要走入这条路。但是当你走下之后，你会觉得说，你这条路是没有走错的，你还是要继续往前走。所以我就说，妈妈也是我的贵人啊。要是没妈妈的话，可能我们还都是这样子懵懵懂懂过一辈子。我妈妈常常上次她是想说，她生病之前啊，就是她开脑苗那段时间啊，然后她就是说，一个是要来躲歪了，因为她那时候开刀嘛，86年嘛，啊我88年结婚嘛，啊所以她意思说，如果她那一阵期间她没有回来的时候。可能我也没跟他结个缘了吧，好，你懂不懂？好，所以可能也是他是要来渡我的，所以他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。那个是跳一段时间吼，我是无法度的，跟阿囡仔的吼，我出门拢爱人看。我跳去做位啊，我就开始就去休息。啊，我去休息的时阵，拢阮孙仔甲牵去休息。伊孙仔牵我出去休息，啊，
我有自自的力量，有舒服的法吼。啊，那所以就是拢袂失志，拢愈做愈欢喜。啊，阮遐会员讲要等我转来，才要互我收。啊，所以我就诚有信心安尼做自的啊。啊，所以我袂失志。嘿，我所以头脑吼，咱上头咱若开脑过吼，手拢无力。我即马即手嘛就是做呐，所以我嘛是该。用你用啊，就敢那不是讲做一日之力啊，那用手就来做难嘞。嘿嘿，我就是讲利用咱这个会振动的机的身躯吼，来振作，安尼做起来顺。哦，安尼咱就相当喜欢医生，来去拍算着时间多，时间袂只有空过，安尼啊，咱就是讲，就是讲。心中有佛，心中有法，安尼吼，那个力量就较有安尼。我妈妈吼，说真的，她平常吼在生病的时候，她很少让我们小孩子知道说她的痛在哪里，但是常常给我们感觉的说，我身体还可以的话，我就是要赶快做，这样子我的小孩子才不会因为我的病，他会担心我。所以，我妈妈以虽然讲辛苦白天，但是伊嘛是认为讲我还够有迄个力，所以我嘛是爱挺来做。我嘛就像迄师姐嘛，就唔敢讲伊安尼年纪较大啊，然后有时候有辛苦白天，但是伊嘛是投入一个种一份力量啊。就讲我，就还够有法度来做，然后别人看到伊会当继续做，我买个路怕别个来做，哎，对。所以我上欢喜就是我精神有在做者，这就是让我上欢喜的。让我这样讲，都袂难忘，都我感觉精神来没有白来安尼，我就是上欢喜这样。我安尼有把握着，迄个同事讲有把握，讲要来赶紧来做。所以我今仔有这条命，我嘛讲讲，我是做主持人这条命，啊无我早就已经无去。这人生就是安尼啊，这就是写到书咧，这个主题咧，互人知道。哎，阿爹啊，我要麻烦你一下，要上到你弄啦。三次脑部手术，每一次拢为鬼门关回来。这几年，苏哥足无简单恢复健康。想袂到第几啊个月前，伊因为感冒引发耳朵中风，耳腔有一边的听力出问题，而且怪忍受颜面神经受损的痛。苏哥讲，第一段时间，卡苏那无相认的法医陪伴，伊真正唔知要安怎度过。本来就会偏啊，但是咱若行紧就较袂偏，那行慢慢啊就较会偏。但这算讲，唔知是耳啊不平衡啊是啥，啊，就会偏。本来行大大好吼，直直行去吼，我啊就真在安尼。快些快些，赶紧掉掉的。好，请进。伊哦，逐项拢做好诶，做人做人啦，啥物货啊，逐项拢做好诶。啊，就是之前我就是讲伊吼，有去破脑啊，去开刀两届啦。啊，算讲我总解讲，啊，无你来阮家收就好啊。啊，阮遮厝边即几户，我帮你收好伊安尼吼。啊，我再搁摕锁匙来甲人收转来安尼啦。啊，伊就来我一届，来我遮一届啊，就。家都拢收完啦，哎，有喏，做主席有主席好做，足勇敢的。我就是主席咧，好啊，力量，嘿。我再起来，再起来。
你读几年啊，师姐？哦，我儿子差不多。啊，有二十多年啊，有啊吼。伊每次来拢会教阮一寡遐做人的道理呀，然后会劝我们啦。有时候阮也感觉讲，不如意啊，我会向他诉苦啊，啊，伊会甲阮安尼讲解啊，然后甲阮安慰一下吼。少年吼，一个人做几项工作安尼，我厝内底搁顾啊足好个安尼，啊，今嘛无遐多呢。已经做过头啊啦。嘿嘿嘿，无啦，其实嘛无做啥，也是讲安尼吼，咱人年纪大，啊，就是身上会退化，啊，逐项就会较稳稳啦。吼，啊，咱若基础好，就会连续。阮家吼，阮头的面吼，厝的吼，足脏的，我无骗。迄个门吼，内底看外口看会着。我唔惊食苦，有我吼来彰化吼，主要钱呐，有通好坐，较久我就敢做，我就敢去做。我嘛捌去田的工做工课，去工。头迄落麦啊，拔打稻草，哦，做真济工作。我十三岁就去工煮饭。收起来，安尼咱嘛贵呢吼，啊嘿嘿，互人的体验嘛感觉讲，咱嘛有爱经过真济挫折，啊嘛是，算讲。还好啦，嘛是有今仔日吼，会当今日煮着，这就是我上大的福报，就是伫遮，安尼，吼。喂，是安尼。啊，你最近好无？阿公在啊。嘛是安尼哦，啊有。阿公好。袂啦袂啦，家己爱有信心啦吼，嘿啦。再见啦嘿，好好好，再见。请坐啊！我本来少年就加步加步啊，但是做主席，佫愈算讲愈加步愈爱共关心安尼。我若去到倒位，也是讲，毋是会员，咱嘛是拄着，咱嘛是会共关心安尼。关心。啊，师姐，以前少年讲少较大声吼。哎呀，这样个性很慈祥，哦，比较有做事能力。啊，我这个师兄吼较含慢，哈哈哈。所以，退休二十二年啦吼，就开始有咧做到做家事了，因为是吼。我说师姐哈，身体嘛无介好啦吼，啊个一时啦吼，还要少爱精济啦。不过吼，灶卡吼，那无咧修好吼，看电视看袂落心安尼。啊，即摆吼养成这个习惯了吼，就是说这生活吼，就是说我专注，嘿，专注安尼。哎，无讲无自己无事啦。六点半了。你今天不是讲要去学降价，有滴无？要降价？哦，无啦。我也无去啊。我也改中岛啊。你改中岛？对啊。害人啊，咱都唔通啊！那好的，咱就爱加工去工鼓励工。怎样？几岁啊？几岁啊？你那伫妈的心目中，较侪岁嘛是敢那囡仔，对无？妈妈时阵，妈妈时阵，上次可能是因为那个血字在那个脑子里面，然后他的那一个记忆
我那变啊一个囡仔呢，啊，然后妈妈干啊一项代志，啊，那时候我是全程我都是我在顾妈妈呢个地方，妈妈一群干啊讲伊个功德会，啊被叫出去，那时候我想说，就是爱爹。然后进入家病，我就跟妈妈一直讲这些代志，就是讲我们帮她处理好，然后要教她说，爱更好的，你要继续做，给她一个求生的那一个意志这样子。完美师姑讲，家己是真福气的人，因为每一届那破病，先生甲囡仔拢会陪伴在身躯边。用心来照顾，就算说身体不爽快，他也会尽力去做志工，因为只要心情变轻松，身体的痛也会消失，这就是克服病痛最好的方法了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这个这张这是我，这也是这做早上来在做啥？在车下底下的嘛。啊，师兄嘞？师兄，师兄，好，这边，这个，这边。一，哎，这，这个。哈，时间过了足紧足紧的吼，讲你一搭久啊，都本来是查某囡仔啊，连鼻都即马做，会当讲会做啊做啊吼，真恐怖吼。这咱人实在是讲时间不留人呐吼，咱家己爱把握时间。咱人这个五天啊，这个六斤啊无十足吼，确实嘛真辛苦。吼，像像我即马安尼嘴底吼，含一粒物件，你知无？嘿，破破纸。我七字直直缩起来吼，我都会足艰苦的安尼，这边阿妈棍都直直按起来，我都爱这个感咧，爱互伫个喙齿内底啊，拉咧安尼吼，才袂艰苦，吼。是你家己想的。嘿，你看我做人有辛苦无？我有苦，我拢尽量不爱讲伤济，互阮囝伊是实知影，唔通互伊烦恼伤济。因为咱的囝伊是说爱做头路吼，咱老人啊会讲会当过就好，啊平安就好安尼吼。所以有当时啊，那啥物事我拢会安尼，阮囝会讲啊有安那拢在忍啊，不爱讲安尼吼。我讲不要紧，妈有会啊吼，这辛苦白听，这难免的。啊，趁着这个嘛是好一阵啊，你。食靠食药啊，变哪食，食甘会迄落，啊，就是靠咱家己感觉，咱安那有法度化解，安尼，咱就尽量，会当一日过了一日。那师父讲的，今仔日起来，咱还阁有伫咧安尼算，咱就爱阁感恩啊，安尼，哦，系啊。